昨天上午，满载着防疫物资和小商品的中欧班列义乌至马拉舍维奇中国邮政专列从义乌西站首发，预计13天后抵达波兰，随即将物资分拨发往西班牙、英国、德国、意大利等23个欧洲国家。这也是目前义乌发出的货源地最广、发送标箱最多、运行里程最长的运邮中欧班列。